副总是在今天晚上在台北市自由之家举行62年春节招待大陆来台学生以及侨生联欢餐会，共有200多人应邀参加。副总总办是方志，侨委会副委员长何福宝等曾经在场招待他们。副总表示，大陆来台学生在副总的辅导下有很好的就学和就业的成效，今后将加强对海外各地难民学校的辅导工作。